等一下，第一站的行程是先去。那么热，你是要去哪里？现在太阳大呢，不烤焦呢。刷卡吗？啊，载具吗？有会员吗？还要几点吗？还要结账？两瓶有打折吗？打你！哎，弟弟啊，上班呐、啊？对。啊？阿姨，啊、你怎么一大早就在喝？没有，昨天。你要对到什么时候？后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第一站的行程是先去。那么热，你是要去哪里？现在太阳大呢，不烤焦呢。那去吃早餐要穿什么？红。好了，随便穿了。Yeah 嘞，呜呼。好贵哦。哎，我要两份蛋饼，原味的，然后一个葱抓饼，然后汉堡，猪肉口味的，然后再两杯奶茶，再两杯70块，然后再两份番薯丝，要多少？弟弟这样120，太便宜了吧？刷卡吗？啊，载具吗？有会员吗？还要几点吗？还要结账？两瓶有打折吗？打你！好，等一下要吃什么？05天吃外食的，还是这是阿嬷？这个从婚礼上面打包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吃了3天了，可以丢掉了。还没坏。哇、哦，这边的酒都好贵哦。我要一个那个特级拉日出。阿姨，我要两组米卡龙， hey. 然后一组米多乐。好。哎，弟弟啊。上班呐、啊？对。啊？阿姨，啊、你怎么一大早就在喝？没有，昨天。你要对到什么时候？啊、后天。小心啊！Barbecue 了。欢迎我们，掌声在哪里？
庙会的现场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现在是走上红毯，前面领票啊。刮起风调雨顺，永结同心。欢迎啊！台中黑公庙协会的举手一下。好，我刚刚有。刚教练有讲说有两个条件的是线条跟厚度，好，然后你们来判断几分。对，等一下啦，你们没有付钱我们干嘛？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只有两件？好，你先别说，这个不是背啦。你们确定你们老公都有在吗？下半身这个厚度可以敲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们不受控制呢，我是叫你们来评分，我是不是只有两件？好，我们评分。刚才教练有讲说有两个条件的是线条跟厚度，好，然后你们来判断几分。哎，第一个是那个手背的好了，哦，背的线条跟厚度。好，你先验收。好 ，OK。这个不是背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好，欢迎你。好，换这个正面的。啊，胸的部分。厚度跟线条。好 ，OK， 好了。哎，你们确定你们老公都有在吗？好，那个妈妈就下半身，那个腿的部分，那个线条跟那个厚度，可以敲一下。好，你们给分数啊！等一下，我要给我们教练分数。好，给分数，你觉得如何？